现在是3月3号晚上2点，哎，多伦特工不是毁灭拳王，是这个直接还那 Ekko Parisa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传说造型，卡蹦大兜虫守护者跟独角仙，这四个我比较喜欢白色的守护者。比较好看，黑色的也不错。那我买黑色的。哎呀，来看一下他的 highlight 好了。呵。combo 的比较帅。嗨，啊，我们全买了，全买了这边。然后，谢谢我们的肥根，肥根4个月，感谢。啊，你只有一个语音是三小啦。胜利之势，哎呦，展现肌肉，帅！不许动跟，这个是小女孩做的机器人呐、啊，因为她看到她在机场机器人被打爆，所以她就帮她升级。故事都这样子没了，简洁有力。嗯哼哼，哇！直接买一个金武器，自己，因为他的资料是用最新的，不许动。还有1000多块，大多虫跟独角仙哦，先来四个一盘。这一只是坦吗？对，这只是坦。然后大绝是范围强化，然后一招免疫控场，招免疫控场，一招吸人，短一招 CC 不错。另外一招是什么？免疫控场 CC 加哦，我得忘了，再看一下，看一下网站。啊，有点丑啦，但是。有总比没有好，对不对？我看哦，一般射击是热熔枪、热熔炮，强化防御。第一招是免疫控场，不许动，吸人，防护屏障。啊，这样跟那、啊、这样是不是有点重叠到了？你不觉得吗？这招是超慈悲的，这也没有说增加多少伤害啊。这个超莱茵，这个超慈悲，这个超扎利亚，然后这个超迪巴的左键，很好很好。哎，我怕我打快速没有抢不到角色呢，会怕。毁灭拳王下去种菜，应该下一只吧？啊，是下一只要再等3个月，大概6月的时候，差不多。6月初我们就会玩到新角了。咦，打 AI 是不是？好啊，好啊，先试一场好了。游乐场，哎，算了，我们先去训练模式。啊，我不能先打快速哦，啊是不行哦。有点大声。哎、欸，他有280哎、欸，还蛮痛的啊，血还有400，一下5滴吧，一下5滴吧。
守此处。这个是免疫控场吗？持续几秒也不知道。右键是吸人 ，CD 是七秒。启动屏障。然后屏障长这样。放下武器。放下武器。你现在避雷强多了。哎，这个护盾几乎是永久的，不是它持续时间好久，11秒，够久了，够久了。而且还有1000的护盾，蛮值。他怎么有点有混合型英雄的感觉？但还不错。放下武器。有点是大学有点废。怎么会选择范围强化做大学？要么也是冲锋啊，或者是追人之类的。有点太强了吗？还没打、啊，大局很废，好不好？看起来很废，有点偏防御型的。我知道队友可以吃啊，但是放下武器，少了一点感觉，你知道。哎，持续的时间还蛮久的。大学有点偏安娜，是不是？我们打一场快速吧。技能有什么？刚来，免疫控场。哎，要抢角色，要抢角色。干，抢不到了。抢不到啊！抢不到就跳 game 啊！baby， shift 免疫控场，然后一是丢护盾，右键是吸人，大绝是范围强化。怎么每一招都抄别人的、啊？暴雪是不是没梗了？哇，对，因为没有，我没有说错啊，每一招都抄别人的、啊，护盾抄别人的、啊，吸人也抄别人的、啊，抄别人大绝，范围强化抄别人大绝。200发，超必嘞！对啊，东拼西凑啊，这些角色就没什么特别，除了免疫控场之外，没什么特别。他不是一个近战，但他要免疫控场要干嘛？不行，这个有点打脸，对不对？现在会怕什么控场？怕吸吗？吸的话还行。如果他的免疫控场有带加跑速，我觉得还 OK。新角是拳王吗？嗯，你觉得是吗？你觉得 Pyrissa 像拳王吗？我只是依照程式演算行动。吸人。可惜快速不能全部一样的角色。我刚不是秒牌吗？这个角色到底要怎么抢？哦，欧瑞莎是不是？拍谁啦？欧瑞莎，改个标题好不好？ID 正确，完了我 PET 还打错。
完了，他居然啊！我的主要作用是确保你们平安无恙。干，被抢，靠腰啊！没心角就跳 game， 你猜的没错。叶宝，你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不然我们要凑十二个人，我们就可以打快速了。哇，秒牌 ！I love piano， 大家抢不到啦，抢不到，抢不到我就完毕嘞。那、啊、他玩心角也没在动啊。全面开战了，也是哦。大绝全部加伤，但没有减伤。嗯，剩下的没有什么比较喜欢的。这个还不错，这个还不错。但没有到很吸引人。迷彩，然后黎明是单二P色。吵到出水。是啊，是有人猜说是不是真的是 OR15 的机器人，他是那个机器人的强化版，再加有 AI。乌尔加特，等一下就看到十二只星角那边晃来晃去的。Hello， 奇怪。发生错误是不是？靠腰。哼，玩不了欸。影片有出来，但是不是动画电影。拳王两年后就会出了。现在壁垒好像蛮扯的，声音就有点大声。哇，有魔王 ！Hello， 应该壁垒是快修掉了啦，我猜。我看到甲肥大大的时候太强。没关系，反正我现在先不打 rank 嘛，先乱玩。是有特定战。右键是8秒 CD， 这个12秒。去不得几秒，去了十秒。那知道怎么玩？我的近战是不是有延迟啊？哎呦哎，拼100多。
啊，吸了没伤害。哇，他子弹200发根本射不完。还蛮长的，哎，这个可不可以打破？如果这不能打破，算蛮强。就在玩三下。我这边没有。放下武器，器械投降。放下武器。我死了。左右键吸人，右键吸人蓄武的免疫控场。这起码有四秒。其实很玩起来好没什么魄力。主要是因为聘的关系。放下武器，集合，发动特殊攻击。放下武器。集合，发动特殊攻击。哎靠！安娜还跑左边。这时候只要需要一只壁垒，就可以把它碾过去。这子弹数量蛮有魄力的。还好这只血只有400，可它是200护甲，200血，算便宜。放下武器，我无人能挡了。站住！我的巨人找不正在续命。安娜报道。吸人的范围还算不错。射得好难。集合，放下武器，攻击，放下武器，放下武器。
放下武器。哎，可以打破哎，后面有壁垒。现在看这画面的确很无聊啊。这一只实际年龄才一个月。这些危机啊，靠边！现在壁垒不改，我觉得就无聊。都是新角，没怎么进去。测试一下 Shift， 你觉得对面有控场吗？你觉得对面有控场吗？好了，小美有了，小美有了。怎么连 Shift 按的机会都没有？新的壁垒是减伤吧？减伤太扯。你看，这多扯。我玩个壁垒好不好？Shift有减伤哦，哦，减伤多少？干，往右边跳就平台把我挤过去。集合，发动特。血还蛮多的，应该有200了。
不知道能在快速抢到，打那种乱斗好奇怪。我觉得他的左键没什么好玩。西人又蛮难中的。我大概玩到四点，我就是闪人了，其实没什么特别的，就等了好久的心角就这样子。我看一下减伤，降低受到的伤害，并且对控场免疫。减伤应该是我猜 50% 啦，也算蛮多的。短时间内血变800，吸人右键短暂的吸，我觉得他护盾要拔掉了，护盾蛮智障的。金刚狼我会去看吗？我看完了，非常好看。减伤状态可以设是。哎，怎么怪怪的？白色的帅一点。萨达破完了，我还没有安装那个哎、欸，我还没安装。没有，他说的故事是老人罗根啊，也没有爆雷，不一样的东西。最近上的电影罗根的是，那算不算为天启之后的剧情？应该算。哇，新角就这样子三个月，就等这一只，然后出来就有点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他没有一个主打性的东西，因为他有的其实别人都有，如果大学改一个什么追踪导弹，你不觉得很帅吗？不觉得很帅吗？怎么是范围强化呢？现在是抢不到新角，因为大家都想玩。哇，这抢最快、欸，跟我玩忍者好了，增加蓄力啊！看
抢不到，我抢不到。最累个嘞，我操！哎，对，那是 Darius 吗？哇，哎，怎么拼又变六七了？哎呦，这吸！靠腰。是吧？至少我连到两亚服了，这个拼还可以。哇，很漂亮！金角，他不是自。真要说他也不算自己，他是 AI 人造 AI， 然后加那个机械的。身体全绝招，隐形的蓄力。哎，这个吸蛮，这吸有点恐怖嘞。我在被吸的瞬间，我好像有点。带缓速的效果。我的仆人永不消失。狙击手，最好的地点。龙哥，龙哥。哎、欸、靠！哎、欸，我大绝加几趴？我猜是50%。像安娜、安娜、天使这些都是50。我觉得金角也不意外。龙哥不理我，我好伤心哦。哎、欸，没事。
要不要浪个新角啊？Shift 是真的没哎、欸，真的没颜值哎、欸。我现在抢不到新角，心情不好。加油！很失望啊！那等等最久呢，跑出一个四不像。太乙知道还有那个沉默这个点，新英雄是没有什么特色的。抢脚还抢补包，哇，这简章，哎呦，好恶心哦！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这新脚好猛哦、啊。然后这只角色那个远程射击练起来就有道理，但没什么好玩。说真的，减伤一半呗。他又回去了。放下警戒，发动特殊攻击。复活，十倍。等我们死光哎、欸！对哦。第一盘有输吗？为什么是一比？等下慈悲会进入这里，
哇，这紧张好硬哦！哎，阻止好，没事。啊，抢不到新角啊！好，好，算了，我去玩那个游乐场了。帮拳王铺路的 OR 十五型机器人，哎，皮卡客制化你的皮卡贴图。哦，原来那个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哦。但这个要怎么冒出来？算了，等一下。想看造型，安托斯。能看的就我比较喜欢黑色跟白色，另外两个是大兜虫跟独角仙，不错。找不到。那个吸还蛮讨厌的，没有，你自己吸人还好，可是你被吸的时候，你会有点怎么说被？它不像被引力弹那样吸，因为引力弹它持续性，但中断性的你会觉得你被缓住了，然后往外面离开的时候就有点卡卡，然后你就死掉了。我刚忍者死法是这样的感觉。PTR 挂了吗？那我刚玩什么？那我刚才玩什么？真的欸。哎呦，我就拍我 Orisa 有 highlight。集合，发动特殊攻击，放下武器。玩不了，还好啦，我后天也幸好新角不好玩啦，这样我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了。PDR 爆炸，玩个新角都不行。现在这个是连自行都不能开，是不是？哎，回收，我自己开一个不就好了？制定游戏有没有事啊？哦，六打六连线，玩。这一只要怎么 counter？ 我觉得他蓄不得开下去的时候，那个血会暴增。伤害量还好。真说要怕什么的话，就是能跟你耗到你控场没有。
可是拦路猪就算勾不到他，你跟他对射，你也可以靠近他硬把他硬吃掉，也不用太害怕，跟他换血。这几个人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连制定也打不了呢。嗯，卡住了。然后重开游戏好了。我刚看到一瞬间进去了。数万名玩家涌入 PTR 伺服器，然后大部分过一小时就下线。为什么不是全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全网没出？出这个？出那个什么东西？我只是起始阶段发生错误，玩不了。兄弟，我才玩两场，玩，让我玩一个吧。欧瑞莎是目前最丑的，他的原始 skin 是很丑啊，可是传说造型你不能说他丑吧，就说他很特别。不知道四角形机器人，他可以再让我帅一点。拳王会不会跟这个重叠？拳王感觉就会有一些击飞效果的招式，不然就是捆绑性质。啊，现在玩不了，我看一下制定能不能开。这边打 AI。爆开，爆开了，嗯，还想熬夜玩，我的心情都没了。前往，居然去了，我跨得贵，一样抢不到新角，是的。大家抢不到角都直接离开。抢起码要六排。这样打完我们去玩游乐场。我刚才试。什么时候可以玩而已。我与你们同进退，我与你们同进退。你好，准备登台表演。可以玩忍者的那个瞬身，去不得玩直接转身，好快。好啊。
哎、欸，怎么？也在那边不好处理，那左边我们射不死他。那雷蛇雷我，雷蛇让我卡机了。support 没血啦。哎、欸，他把他吸走的进入状态。放下武器！放下武器！在看我没？被杀死！拳王干嘛打机器人？因为他要逃走啊！机场。他只是刚好跑到机场，然后把 OR15 暴打一顿而已。现在他没有蓝盾，他会紧张。你看，是三角啊！哇 ，Did you see 嘞？吸上来，放的位置这么溜，我要拔刀了。靠好 ，OK， 这样没死。释放你的力量，我的仆人永不消逝。
PTR 毕业的减伤变20了，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玩的他已经 nerf 过了吗？哎呀，坦克世界，对，只补一个人干嘛？集合，发动特殊攻击，放下武器。烦死！放下武器。好，我说回去玩游乐场了。我的 One Two Switch 没上传到，哎，就又怎么啦？烦死了！哎，没道理，我这个不能玩。PTR 壁垒下修到 20%， 然后扎利亚上盾之后不再免疫击退的效果哦，所以是带着球被击退。击退效果的角色那是拦路族，所以是变相 buff 拦路族跟星星，是不是？也是啊，拦路族一只手断了，给他另外一双手。可是被推其实也算好事。奇怪，快速可以打，另外一个不能打，不对，是两个都不能玩，重开一下。有时候我看的是什么机会出来了，哎呦，76壁垒牛仔，哇，玩不到，
暴雪不给玩啊！当我没说，看又被抢哇！不然我们去辅助那只好了，受不了。这个聘300怎么回事？不管了，我要去牵他线。新英雄的技能，第一招飞人，第二招飞队友，第三招拍地板，第四招大绝击飞，酷炫！哇哦，干！有人叫医生吗？你好。救人哦！没有人挡车呢。向前吸走，哇！现在会有短暂的无敌，记得全都死掉的。集合，发动特殊。你作为英雄站起来，你担当。
慈悲战斗数据表新增项目，我右键可以看到我的伤害。嗯、啊，吸好远。放下武器，集合，发动特殊攻击。被发现。一个底层复活之术，不信怎样？队友都在划水。啊！放下武器，集合，发动特殊攻击。
再撑一秒。嗯，再试一下，游乐场能不能玩？不能玩就算了。避雷应该会怕那个吧？别怕那个，如果吸会被位移，然后解除状态的话，我觉得会怕。是怎样？哇，指定对战也连不进去哎，奇怪。再助列，你前面还有3000名玩家，跟好好吧。听你讲，这让我有一种那个《Halo 新盟里面用的护盾的感觉，也是那种圆弧状。哇哦，3000个！算了，其实没什么好事的。不觉得吧？我还是去玩我的莱茵好了。今天不玩了，看起来今天没搞头，改天打。
好啦，睡前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影片，有没有中文版的？有没有中文版？看一下 Overwatch 在哪边 ？Overwatch ZHTW， 我知道了。什么？没有？按最慢欸。Original story. The world is a scary place. Even here in Numbani, we needed something to protect us. 我们需要的东西保护我们。And the OR 15 defense bots. They took the old Adina model from the crisis and gave them a complete makeover. They kept us safe for a while. I was at the airport when Doomfist attacked. Poor bots didn't stand a chance. Everyone else gave up on you.But I saw what you could be. So I rebuilt you, upgraded your programming, and gave you a heart. New personality module installed. System rebooting. OR 15 online. No, that's no good. Every great hero needs a real name. What about Orisa? I made you.To be strong and brave. You still have a lot to learn. And you'll probably mess up sometimes. But I know you'll become the hero we need. My name is Orisa. I will keep you safe. That is my primary function. My primary function. 有啦，有讲拳王攻击机场啦。这次就只是为了引拳王出来的一个过渡角啊，3个月后见，晚安。